天公园就是天传日的法莲县政府土法莲当重要的学种，像凤林、功夫、水米、富里亚的蔬菜来判相关法通。其中像富里乡除了土泥面田来判喜福以外，还可以用当地有机的食材闻名中来打扮的。另外凤林镇公所的法通永远出来表演公八婆，国小的学生诶，还用笼统的方式来讲一下家人的经验，先从每份本体家来实田办。讲五宝娘补田的故，妇女节六年社团祝福妇的透气，还有神奇的打扮来庆祝天传日。五宝娘就连山来补田，两年他讲你太铁，我见强办。真多个小学生熬四顿新素，用农新的方式来修改俩抗年的日，现场没法填办本太子家事，不是你了解天传日的来由。因为水神公公跟火神祝融打架，然后把不周山撞断，然后天塌下来就破了一个洞，所以我们要吃天板去补天。天传日进前，富里乡公司托竹田匿名田盼天传日祈福祭奠，每准备乡土的玉米米、黄瓜这些食材，不免众同小朋友体验大半同绿茶。他年经鼓励小朋友三忙处理起来，阿内乡妹不念批到东乡的事，很香。不会，要先把那个。先这样子压下去，再这样抹。天传日都聊天串的，补天串，天板见天板，白天供。但是天传日已经是每个天了日，在参加法通的民众，太是系主办单位工作人员，还有附近学校的学生，对法通本身聊天串的意思，还是无蛮轻快。传统方一般民众过排长夜班，将算过排休了年。但是从农业社会的抗议，我料到天传过将我大田落壤，开始几年的农事。看看新闻，张国兴、陈菊敏发连报道。